忘了，哎，那台车走了，那台很厉害的摩托车。人家跳舞也厉害啊，但我不太懂舞蹈方面的东西，但是后来发现能跳舞真的是很加分，很帅。那你有机会想要跳舞吗？不行。今天五一干什么呢？我们转到哪儿就去哪儿。哎，去公园干嘛呢？看这个猫的。如果黄景瑜和朱亚文同时追我的话，我们皇上也会做梦。若得此男子，信女愿中彩票100亿，那还蛮好的啊，这还分担家庭负担。我都不敢想象他下班之后找我的时候，我还好，他生气的一把把我拽在他的大巴上，我把手掌握的，开车回他那六层大别墅，把我扛在肩上，快步走进房间后，把我直接扔进那低调奢华又不失内涵的大床上，抓着我的双手几乎头顶，睁着眼睛哑着声音说：“你不是挺有爱的吗？怎么跑了？”然后直接掐着腰捆，烫着泪水落到我的背上，委屈兮兮的说：“别离开我好不好？”我真的不敢想，这比剧本描写的细节都多，少想点吧。